天平山是一座名山，但凡名山，一是自然景观奇特，二是人文景观独步。奇特的自然景观和独步的人文景观，二者水乳交融，造就了名闻遐迩的天平胜景。天平有四大胜景，一胜在奇石，这里山上奇石嶙峋，巍耸峭峻，层层叠叠，林立其上，宛如封建时代大臣朝见皇帝时所用护板一样，故人们俗称为万户朝天。二胜在清泉，其中尤以白云泉著称，该泉为山石裂隙之水汇聚成泉，泉水常年不涸，水味甘冽，为饮用佳品，是天平山镇山之宝。三胜在洪峰，380余株枫香树至今大都老而弥坚，成为天平山的一大景观。每当仲秋，红灿灿的一片尤胜二月之花，这儿数百年来已成为我国著名的赏枫圣地。四胜在胜迹，自唐代以来，天平山就是旅游胜地。这里留下了白居易、范仲淹、高启、沈周、唐寅、文征明、康熙、乾隆等历史名人的众多遗迹。天平山为国家太湖风景名胜区目睹景区主景点之一，与灵岩山绵延相连，位于苏州城西约14公里，海拔221米，山势高峻，因山顶平整而得名。先优后乐牌坊是1989年苏州人民于范仲淹千年诞辰之际而重新修复的。这间三间四柱阁楼式石牌坊，高7.73米，宽7.2米。这精雕细刻在花岗岩石牌坊横梁上的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，就出自范仲淹《岳阳楼记》的两句名言。牌坊后即是忠烈庙。忠烈二字是宋徽宗赵佶所赐。范仲淹曾率其长子范纯佑卫戍边疆，抵御西夏入侵，对保卫大宋做出了卓越的贡献。
天平红枫甲天下。天平山三绝之一的红枫林，是与北京香山、南京栖霞山、湖南长沙岳麓山齐名的四大赏枫圣地。天平山的红枫学名枫香，叶呈三角状，植株较其他几处高大。这片枫林的幼苗是范仲淹第17世孙范允林从福建带回，他把380余株枫香幼苗植于山前，现已历经近400余年的风雨。那一株株枫香树粗壮挺拔，主干高达10层楼房，要2-3人才能合抱。这一棵棵饱经沧桑的枫香树，无不呈斑驳老尖状态，有的根部盘突，树干上生长着许多奇形怪状的树瘤，有的枝干四展，构成浮浮图画。这些看似老态龙钟的古枫香树，至今还是枫林掩映中的玉碑亭为乾隆游山时所建，亭为八角，重檐屋顶，枪角大小各四，结构精美。亭子正中立着一块高大的砚石玉碑，石碑分碑帽、碑身和碑基三部分，碑身四周分刻着乾隆四次来天平时所作的4首5言诗，诗的内容主要是对范仲淹的一些赞扬褒奖之词。这座汉白玉高1元石牌
古刹旁有棵银杏，树龄350余年，长势旺盛，每年可产白果约500斤。有范仲淹铜像，为范仲淹第34世孙范国强铸赠，是当代著名雕塑艺术大师王卓宇的封笔之作。铜像高2.8米，重3.8吨，于2003年4月20日落成。山庄前园两侧相对有题字仁寿至乐的圆弧形大门，是一排五开间的轿亭，式样古朴。山庄大门两侧是民国政府关于保护天平山的碑刻。天平山及附近金山的花岗岩是国内优质的建筑装饰材料，历来有开山采石与禁止开山之争。自宋代天平山成为范氏家族私有财产后，就得到历代政府的保护。1928年，南京中山陵施工，需到苏州取石材。奸商利用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卑劣手段，企图开保护天平山千年禁约。为此，范仲淹26世孙范衡立即上书民国政府辨明情况，奔走呼吁不能开采。中央政府经过调查，同意了范氏的请求。范衡等范氏族人欣然写下了天平山禁采交涉经过记，并刻石为证。
紫薇现置于高义园大门内墙东侧。1928年5月12日，吴县县政府和吴县公安局发布了第145号布告。紫薇现置于高义园大门外墙东壁。当年8月3日，江苏省政府民政厅发布了第19号布告，省民政厅及县市机关先后布告云，其属范家山一带前后左右群山环绕之禁界以内，并出有禁字为标志者一律禁采，违反者将受到严厉惩处。此碑现置于高义园大门外墙西壁。高义园共有四境，依山而筑。高义园之名为乾隆南巡时所题。过二门楼便是乐天楼，这是一座宋代建筑，相传原为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任苏州刺史时读书游览和休息之所，故以白居易之字为楼名。白居易字乐天，晚年号香山居士，又因乾隆曾在此登楼眺望翻阅藏书，故又称御书楼。该楼有两层，楼下是四面厅，四周都是回廊，可从不同角度观景。门前有范玉坤书联，万户皆从平地起，一峰长插白云中。楼下槟榔外有小院，院中利用山崖卵石聚泉成池，欢以葱郁的花木竹丛，颇有天然情趣。第三境为逍遥亭，取《诗经》所谓伊人与烟逍遥之意。亭为歇山方亭，构筑别致，架临台上，与御书楼隔园相望，互为对景。相传当年乾隆在对面御书楼上休息，曾命苏州评弹艺人来此弹唱，供其逍遥作乐。最后一境是高义园大殿，为歇山顶厅堂建筑。厅有三间，龙头屋脊，简朴装束，中悬有乾隆手书高义园盘龙金匾。高义两字取杜甫词地书高义，官图义古人聚义而名。壁间嵌有玉碑两块，殿前东西两侧有厢房，中为庭院，植桂花木兰，两株百年老桂寓意两桂当庭，双桂流芳。据传唐寅曾借天平山脂房之壁作天平圣境图，还在脂房之中的院落内手植罗汉松，画已不存，但罗汉松至今已历400余个春秋，饱经风霜，主干苍劲挺拔，枝叶郁郁葱葱。和拙政园内文征明手植的紫藤一样，是苏州不可多得的名木古树，为天平一宝。罗汉松后有一处遗址，为当年唐伯虎、祝枝山、文征明等文人雅士吟诗作画之所，其后游人慕名到此，无不一睹为快。乐天楼东侧为恩伦亭，
世卿乾隆十年，范仲淹第十八世孙，山西大同知府范瑶，为答谢康熙御赐济世良相匾而建。范参懿公祠，又名岁寒堂，原为范氏家族祭奠范允临的场所。范允临从福建弃官回乡，曾捐田千亩，赡养族中贫困老弱，并资助族人修葺此庙，大家深感他的恩德，遂建祠纪念。亭中种植有象征高洁的岁寒三友，松、竹、梅，岁寒堂故此得名。岁寒堂东侧为脂房，因面对宛转桥，故有名对桥山房，是文人雅集的书斋，情趣盎然。四周花窗为苏州典型的可以起合、可以拆卸的合合窗。娱乐国四周回廊称作来宴榭。取无风山自游，游主宴还来诗意。来宴榭呈平面正方形，以亭为中心，亭高临方池上，池中多鱼，故称作娱乐国。俯瞰深池游鱼，令人想起濠浦之游的典故。道家代表人物庄子和惠子到濠梁游玩，兴之所至，感慨道：鱼出游从容，是鱼之乐也。这鱼自由自在，是多么快乐呀。惠子立即提出疑义：子非鱼，安知鱼之乐也？你又不是鱼，怎么知道鱼的快乐呢？庄子反唇相讥道：子非吾，安知吾不知鱼之乐也？你又不是我，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呢？两人的对话饶有趣味，仔细领悟，其实惠子是以实证的精神看待事物，所以他感受不到鱼的快乐，而庄子恰恰做到了感同身受、物我神游的逍遥游，这才是真正游览者的境界和态度。娱乐国北接物言堂，堂名取自书圣王羲之《兰亭集序》中的物言一室之内，放浪形骸之外句意，形容修身养性，其乐无穷。范允临擅长书画，与明末著名画家董其昌齐名，他的夫人徐媛是留园主人徐太石之女。翻金台相传为范仲淹母亲暴晒经卷之处，此台三面临河池，夏天平台赏荷，令人神清气爽。翻金台前的水池称作石井塘，石井塘分为两块，大的是荷花池，小的是放生池，中间有堤相隔。荷花池上架有贴水平桥，名为宛转桥，凭栏四顾，景致各异，如在画中。皱波庵位于山庄内东侧，相传为范仲淹母亲的住所，也是范仲淹少时发奋读书的场所。皱波庵南临荷花池，东进桃花涧。登石矶进砖刻皱波庵门额，至水石间，有一层三楹。
东窗外见桃花溅。山涧巨水为池，池中矗立巨石，状入印章。古时四周桃树成林，暮春时节桃红如飞，桃花片片随水漂流。见巨泉城池，池周林木葱郁，泉清蝉噪鸟鸣，富有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的韵味，又有陶渊明《桃花源》之意境。在青山碧水的天平山石井塘以北，天平山庄东侧的苍松翠柏之中，隐约可见古墓群，这就是范仲淹的祖茔之地，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Thank you.
特别是秋高气爽之际，山路红叶成片，崖壁朱石离离，更有无限的诗情画意，令我们陶醉其中。喝罢白云泉，我们再向西来到清风亭旁。这块矗立山路中间的石头，犹如雨后破土而出的春笋，称之为玉笋石。相传是天平山万户朝天石峰中最小的一块。再看这状似玉镯屏障的石头，古人称之为护山奇石。从护山奇石向上，有一苏州最小的方塔，名观音塔，塔高 3.38 米，塔下有一佛字，据说是宋代大文豪苏东坡题写。苏东坡是唐宋八大家之一，一生两度被贬，贬官后他看破世态炎凉，开始深入佛家学说，常与当时名僧来往切磋佛理。他与天平山白云寺的和尚很是投缘，因此常来天平山参禅悟道。这两块巨石之间仅露蓝天一线，窄窄的一条石径直通山上，远远望去真可谓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。当地百姓喜欢把一线天称作龙门，因为山上有块龙头石，如果从这儿上山，就寓意着要跳龙门交好运了。我们就走一走这龙门吧。过罢龙门，继续向上，过撑腰石，就可看到飞来石，重达50余吨的石头好似从别处飞来，由此可见天平山奇石之奇。从飞来石向左至望风台，向右可到莲花洞。站在望风台上望红枫，满树枫叶别样红。紧邻望风台的还有龙头石、回音谷等。继续向上，可到中白云亭，在那儿可看到大石屋。向右可见鳌鱼石，两块向上斜伸的长方形石片巧妙地叠成一个夹角，下面的一块石头呈现一定的弧度，很像一张鳌鱼的大嘴。越过鳌鱼石，可到白云洞、二线天。二线天
院内植各类药用植物，煞是好看。童子门有东童子门和西童子门，此处为西童子门，据说为乾隆南巡时设置的哨卡。这条山路就是乾隆来天平时的御道。融人文古迹与山林野趣于一体，山路古风成林，山腰泉水淙淙，丝连璎珞，清澈透明，醇厚干裂，枫红时节，红霞缭绕，丹枫烂漫锦妆成，要与春花斗眼明，虎腹横塘景萧瑟，游人多半在天平。秋到江南何处去，天平观风最佳游。